do you want to see? 这是鲍鱼吧？鲍鱼，这是活的。咱这工作开掰呢。海螺，这是海螺。来，这是。哇，那个，不小了，海螺。这是鲍鱼。哎呀，这个新鲜的。来一点啊。这也有个海螺，你看。这是海星。要不要？ What do you want to share with me? 好吗？嘿，嘿。威海待这几天，今天啊第六天，怎么样？开心不得？开心，非常好。确实，他们水很清澈，是吧？海真的很蓝，只要是遇上晴天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在幸福公园钓起来了。 今天是9月28号，我们已经到达威海，从9月28号应该是第6天了吧？所以今天太阳好漂亮，幸福公园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小妹儿打个招呼，嘿，打个招呼，哈，Hello，OK。 然后呢，其实威海这边就是风景特别好，如果能自驾的话，其实就更方便一些，最适合来的季节。如果是想要游泳，那是7、8月份，也从7月1号到9月30号之间，海滩都是开放的，也就是说有救生员呀，有一些管理人员就比较安全一点。 其他时间当然也是可以游，但是可能，像现在这些9月底了，已经非常水比较凉了。我们这种不大会游泳的人，可能就要最好搭伴几个人。 好玩不好玩？好玩。开心不开心？开心。我们正在晃一个平行四边形。Your arms, the sun is so blinding that I nearly try. The sun is so boiling down and nearly dry. With my tight heart and soul, would you give me some water or let me die?